2月24日，钟丽缇在微博中分享了一组带家人外出旅行的照片，画面非常温馨。照片中除了大女儿不在，张乐硕的爸爸妈妈以及钟丽缇的两个女儿都在。钟丽缇还配文道：“我们是家人，所以很快乐。”钟丽缇撩人街拍，在老公视角下的她很美。虽然生理年龄已经47岁，不过平时注重保养和爱运动的她，一点都看不出来年纪。两个人还一起共食一支雪糕，张乐硕含情脉脉地看着妻子钟丽缇，两个女儿的互动也是十分的有爱，姐姐对妹妹很照顾，把好吃的先喂给妹妹吃。钟丽缇与张乐硕在一起真的非常幸福，虽然两人相差11岁，但是每次晒照片都让人感觉他这一次真的选对了人。网友评论道：“一大早就是吃狗粮。”张乐硕看着钟丽缇的眼神，真爱的眼神，超恩爱的两个人。据悉，张乐硕与钟丽缇在某节目中擦出爱的火花，还因此得名“人鱼夫妇”。恋爱仅仅一年就火速完婚，虽然钟丽缇曾经历过2段失败的婚姻，但每次的恩爱互动足以证明两个人早认定对方就是携手终身的另一半。